啊，干那有你，逐天暗时啊八点啊直播开的，好像每天都有人陪着我在聊天，又很安心。然后我搁有咧喘气。一对向西，一对向东，姿势是八八款。陈梦贤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？1980。哎呦呀，来要死我！今嘛会使看你是要搞我懵啦，还是要搞我笑啦，还是要搞我傲？你今嘛是脚会行，啊，抓头壳抓恐怖力哩哦！哎呀，你讲头懵啦！哎呀，哎呦！拍他的脸啊，这一圈，哎呦，恭喜你哦！松卡了，松卡了，松卡了！哎呀，我特工弄你给你放毒啊！你是走多长？你是走多长？亲像草蜢人家家。原来是位全球巨星，陈梦贤。心情真轻松，甜蜜的笑容，优美的舞步，前后左右地摇动。男男女女对对相相，配合着音乐声叮叮当当。一对向西，一对向东，姿势是八八款。赚过车，车爱我。哥艾瑞，哥艾瑞，太小声了。那很多呢，因为他们自从呢来看我的表演啊，来追星之后，很多人呢不开心的变得开心了起来。那像也有很多本来是可能在医院啊开刀啊治疗啊，可能还要打吗啡止痛的。自从看到我的影片之后，连止痛针都不用打，太夸张了！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发誓，真的很多，他们都说，我只要看你的影片，看你在红人榜的影片，在唱歌的时候，在那个很快乐的时刻的时候，我都已经忘记我身上有哪些痛苦的地方。看到伊了哈，不管什么毛病都无了了。安尼喏，我已经叫伊八年外呢。他不会追，他说那个卡骨酸痛。不会不会，拢没。我卡骨在要。但是我苦啊骨呢，要站很久这样子。哎呀，哎骨就骨呢。头发哈，半屏山高，然后上面还有罗中罗家违章建筑的这个。哎呦，这谁大哥就是敷衍呢？水干哦，灰修甲。那个本来啊，我就跟我那个无缘的老公啊，已经离婚十几年了。哦。哇，那个心情我不是很好。结果啊，我就看那个超级红人榜，看到陈梦贤啊在那个唱歌啊，我说，哎，他唱歌跳舞都是蛮好看的，然后贝尔的，哎，加入那个粉丝团，结果啊，哦，起码伊啊去到哦就带个到，暗时啊唔免食爱困牛啊。哦，原本有睡眠的问题。对呀，手机啊，退三分钟就已经困去啊。哇，哎呦，前几年我们。有去做手术，做完之后就待在家里，直到看到陈梦贤的影片，跑出去追星了。陈梦贤跟我讲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感人的事情啦，你做了一个额外的付出。我打刚弄你给你棒糊啊！我有怎样？跟这些粉丝哈，除了说我去外面表演啊，他们会来看之外，我每天都会做，就是如果我有空的话，我一定都会做直播。那每天直播，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啊，你就是底下开杠啊，拉低赛你啊，有什么又没有什么。但是其实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对我的直播来讲，因为我的直播很多都是老人家在看。那很多老人家他们看完我的直播之后，每天看，然后他会写信跟我说，就感谢你每天都直播。我说啊，是安怎搞我感谢？因为吼，我出来对。外好生走囝可能有了车祸离开了，都不在家里。他就一个人这样。他就一个人独居老人，啊，拢无人陪我食饭，无人陪我开讲，啊，干那有你，逐天暗时啊八点啊直播开的，虽然那是甲一支手机啊电脑安尼，
但是我也觉得很快乐，因为好像每天都有人陪着我在聊天，陪着我一起吃饭啊，让我觉得啊，今天又很安心，然后我跟我在穿腿又过了一天了，这样拜托你好好了，你不要感冒，不要生病，因为我每天还要观看你的直播，我希望你还能继续陪着我。嗯，两边都一起很健康的走下去。哎，而且我很常叫他们练歌，像我前阵子感冒就没有声音，我说明天我要唱哪四首歌，你们好好把歌词背一下啊。那我唱不了的时候，你们要唱，然后就给他们唱。对，歌手直播吗？对对，其实我们这里中安尼哈挂一支乌林，没输那乌的乌霞辉这位小姐哈，因为我很少跟他握手，我想跟他握手。啊，就只有握手。手吗？可以更多，就握手了，你不要在那边打。来来来，陈梦贤的三个绰号：千秋巨星啊，贤贤啊，小贤贤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起鸡不还有哎呀，来要求我。我以为是太冷了，原来真的是有起鸡皮疙瘩的作用。啊，第三个呢？第三个这么大声的打 pass， 我是没有看过啦。阿贤舒服啦，手擦干净呢。来，准备咯。奶，你先啦，你手完啦，你手够紧哦。医生咧是啥物镜头？你咧盗汗咧，刚刚还刚进去。他流汗了，我们医生赶快来帮你整治一下啦。他还好吗，医生？这时候需要巨星的手而已。看起来就像拍打给范秋菊哈，这位这你看伊面看来足欠卡迄种。起码会使看你是要搞我懵呐，还是要搞我笑哈，还是要搞我傲安尼啦？我是独居老人，我走路都还要拿拐杖，为了追他的场，我现在拐杖放在包包里面。哇！陈梦贤最爱唱哪一首歌？刚才唱那什么《爱情悄悄》。我忘记了。小姐，你今晚是卡会行，啊，抓头壳抓空空空壳里头。哎，多饮酒啊！可以这样子讲粉丝的吗？哦，你很没大没小呢。我们是强化玻璃，不是玻璃心，他怎么开玩笑都没关系。天哪！哇，那你粉丝的心脏很好，心脏心理素质很好。对，你想要我怎么样鼓励你？你就拍拍他就好，抱一下。哎呦！哎呀，你敢头懵啊？哎呦，浪姐，浪姐。陈梦贤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？哎，几年？你有公布吗？有。你有公布是不是？1980。33岁，2月17号生的。哎呦！恭喜你答对了。我是80年次，不是1980。阿弥陀佛，差就追你啊，差加追。来哦，我们来仙女转圈圈哦，来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哎呀，你拍他的脸啊，他的脸飞圈。哎呦，太棒了，比我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恭喜哦，恭喜你哦，松架了，松架了，你搞什么？陈梦贤，请回座，我们 Viva 也是回座了。笑到这个嘴角都红了，你看我们脸好红啊！他的脸都红起来了，确定他没事吗？可以吗？最近血液循环，他们知道我一个人在北部生活，所以他也知道我三餐都不正常。阿姨弄会带你种菜啊，会有农作物啊，有菜啊，蔬果啊，然后就会拿来外场送给我。有一次我还背了两颗西瓜，很大一颗，在捷运站上面背两颗西瓜，而且你一个人住哦，吃不完呢。他们就是把我当成自己的小孩来一样照顾，就觉得很感动，很真的刚心没有。但是我真的很不舍得他们，像自己背了两颗西瓜来，而且你要挡，真的就很不舍啊。有嘞有嘞有嘞，梦里的梦是甜又香。梦醒的时阵，为何会拢无同？梦里的梦是香又梦，梦醒的时阵，为何找无你的人？梦梦啊梦，我也情梦，空空啊空，我收回无半项。你是走倒场？你是走倒场，亲像草命人家家。望你珍惜是阮希望，望你唔通害我来了戆工，望你的梦唔通唔通唔